爸，银行欠的钱怎么样了？不就是5亿吗？我宽限了银行3个月。对了，你跟你那个男朋友怎么样了？准备这周末回来见你。行吧，只要你喜欢呀，爸爸也没意见。你要去自家公司，要是受欺负了，记得要跟爸爸讲。知道了，爸爸。他家竟然这么穷，看来。听说董事长的女儿今天来咱们公司实习，不知道找什么样。要是能攀上董事长女儿这根高枝的话，那我岂不是？大家好，我叫夏冬冬，这是我给大家带来的盐灵黄桃，大家可以尝一下。这是我爸爸专门从国外带回来的进口曲奇。哇，谢谢。你好，我叫锦州，是你的组长，有什么不懂的地方都可以问我。我从来不吃这些便宜货的。夏冬冬，赶紧把你的破水果收拾走，要上班了。今天工作累吗？已经下班了，你早点回去吧。可是我方案还没有做完。这个方案冬冬做吧。他不想做，凭什么我来做啊？你要是做得好的话，不仅可以提前转正，而且奖金也不少。你难道不想提前转正吗？行，我做。谢谢锦组长，正好觉得最近皮肤状态不好，准备去美容院好好保养一下。正好我也下班了，开车送你吧。嗯。东东，你这用的什么护肤品啊？怎么以前项目，谢谢大家。其实今天呢，我还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要宣布，锦州下个月要和我订婚了。朵朵跟组长好般配啊，他拿下了伟业集团，真是爱情事业双丰收。你们要结婚了，那我算什么？宝贝，你听我解释，我跟他早就分手了，他死缠着我不放。东东，感情的事情是勉强不了的，而且锦州真心喜欢的人是我，成年人嘛，你情我愿的事，分手就留点体面。你喜欢我让给你，但是这个方案明明是我做的，方案明明就是我做的，大家都知道，锦州也可以为我证明。夏冬冬疯了吧？你们还真是天生一对呀、啊！夏冬冬，你随意污蔑同事，像你这样的人待在公司，只会带坏公司的风气。你被开除了。我看谁这么大权力，要开除我女儿啊？爸爸。爸爸早就跟你说，受了委屈一定要告诉我。我开这公司的目的就是不想让你受委屈。你才是董事长女儿，就是你偷了我女儿的方案吧？不是的，董事长，监控可拍得一清二楚。你现在还有什么话说？你不是说你是董事长女儿吗？我女儿只有夏冬冬一个人，并且她是夏氏集团将来唯一的继承人。像你们这种蛇鼠一窝的人，根本就不配待在公司。你们俩被开除了。东东，我是爱你的，是他一直勾引我的。我们结束了。这里爱着依然有爱，不爱着自由，不止七七，还有朝夕。